傻到底，一傻到底。你怎么被刺杀、暗杀都不死的时候，死了以后躺地上也。对，死到最后一刻，然后眼睛睁得很明的。您就这样，打。被捅了一刀。还有拉卷儿。锁定灯。跟他们一样，所以嘎嘎太难了。啊，本金肌肉姐，今天我们拿礼盒的时候，一进去说我们拿礼盒，然后里面那个应该猴吧，还来说礼盒来了，礼盒来了，快快快，礼盒来了，准备起来。我俩好尴尬。尴尬，我们是今天是第一个去南方的，不多，今天是第一个去，然后就我们是多少人中幸运儿？三千多吧，三四千。林宁他这，林宁会死的，林宁会死在台上。林宁，我们再给你办，等你生。等你生日的时候跳这个啊，嘎嘎呗。好，我们伴舞。不穿内衣。啊，谁？你说的？你说的？你说，你全身别穿，我们穿，我们严严实实。哎呀。眼都干了，捏饱了，大哥啦，酸菜鱼白点了，大哥啦，酸菜鱼凉了，都接住了，拿上来吧，给我吃酸菜鱼。你看，这个是那个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没了，人家不需要，眼睛不是精髓。咔咔，让我想起来了，我饺子风上穿的那个套。天哪！我什么时候？你喜欢那个？不，我什么时候有资本？这个还，这套衣服，这个也好看，带蕾丝的都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。这个不是，没脖子。这个还可以，显胸小啊，你本来就小。上染染那个。哎，那我穿的空空的，太光了，要稍微热着点。摘头纱了，扛把子。下。这台演唱会好玩了吧？对。让我哎，你在台上唱歌，旁边全是这样，哇，开心啊！可是的，啊，但我旁边走都是男的，是才开心，女的。不，还是会被带动的。哎呀，不行。女的我就忍不住看，对呀、啊，虽然男的也会看的，但男的更除了看很开心，男的穿一件吗？啊，穿一下不穿，就穿下就穿对啊一件，对啊一小件，就穿下很，天哪，那有点可怕。打粉吧，抹金粉。腿，你别看了，你就负责举手机吧，还看？这样，我这跟你说，体验切换镜头，你整张脸就进去了，你就整个人就进去了，跟拍证件照。直播杀人，不杀不了我们。
歪的，转过来来，感觉烫的，用过了，肯定是你手太热了，再转一下。穿了外套，突然，行啊，地上捡着吧。那我走了。哇，哇，车长不动。哇。我现在弹幕只有林一宁看不见，林一宁就是拿着手机，啥也看不见，对，智障一样。耶耶耶！走起来整个人都在颤抖，你看他这个走的。没有吧？他怎么可能穿？不会吧？他不都穿那么高的？哎呀，刚才差点摔，刚跑那一下崴了，看到了。没看到啊？看。哎呀！买的那一下，真怪，这回没有买。但这种就没什么好看，穿的。没有吗？没有衣服。合适就这么点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像一个人 ，PPAB 啊，像吗？歪，你歪了，歪起来了都。啊哦，出来啦！啊哦，你出来了，真的，嗯。我喜欢 bling bling 的。收菜。这个好耳熟啊！哇，好瘦，就是 bling bling 显得他很瘦。前面三个，好好玩。这个飞的有点怪，明白啦，明白啦，明明白啦，明明白哟，明明累了，明明工作完吃酸菜鱼。我们都帮你拿手机直播你吃酸菜鱼啊，小姑娘。小宁子，什么小公公啊？你见过哪个电影里、电视剧里有小公公啊？管事姑姑，快管管这傻妞，快点管管。林宁呢？林宁怎么了？冉公公，太阳公公。小空，小太阳，吃。姐姐啊。这样粉粉的。我穿得上，这不好看。好。是啊，中国红啊。我跳拉丁。出现。出现的胸。像吧，不像，大一点。真以为他多好。哇！这个腿上好，不灵不灵的。哇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可是我像感觉像一圈一圈的。啊，果然！我天，这个妈妈，这个好可怕！林宁怎么讲那么正常？好的，你感觉林宁不适合这三个字。好大！为什么？你刚讲的乖。还有一个粉刺，芥末，
我们吃完了，结束了，关了，下班了，睡睡午觉。酸菜鱼，你要继续去吃酸菜鱼了。林林终于停手了，林林守在冰箱。林林，你们要上班了，那我们关啦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见。看到林林的脸，你还别把我鸡骨头撒一样。转镜头。是吧？挥手，嗨你，开个灯给他打光，快！喵，王嘉玲，哎嗨哟，好啦，玲玲，好啦好啦了，玲玲，很睡哭，玲玲在吗？吃完了，反正就长那样，再见，朋友们再见，怎么关？不知道，啊，又上街。